Chiacchiere. Chiare. Chiace.各位哈，咱民政府43届的这个学员，大家好早。我还有个在嘛是 ，Good morning。哦，这三种语言呐、啊、哈、哦。啊，今仔真歹势哦，本来我的课是10点哈、哦，啊，结果我迟到了哈，迟、哦、到10分钟呢，啊，所以和咱总理来代课哈，调课就对了哈。哦啊、今天不知道是怎樣，我普通是按吼、哦、1点半鐘等台北来到这吼，拄拄啊好吼，啊，佫有头尾20分休困的时间。今天哇，高速公路大塞车吼、哦，所以我来煞慢10分钟吼、哦，真歹势吼。啊，对于教务调较歹势吼，都可调来调去吼、哦。啊，昨暝台北开始落雨，我相信这嘛有落雨吼。哦啊，各位，因为露天可能较好睏吼、哦，啊，昨晚眠床吼、哦，可能睏了较好势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早啊，我看了无人拄久咧吼、哦，所以袂歹袂歹啦吼、哦，真好吼、哦。台湾的秋天确实是真好，气候真好吼。那卖落雨啊，确实真凉啦吼、哦。啊，热啦有较热吼、哦。啊，台湾的秋天真水吼。哦真水的所在吼，啊，咱知影吼，今年啊，这个月吼，这个月初六，美国有一个大选吼，啊，我无介绍我家己吼，啊，拄拄可能总理有介绍过啦，吼，啊，我是姓郑吼，郑如才吼，啊，我伫楼下咱食饭的所在吼，我本来是建筑师。哈、哦，成大毕业的，啊，去美国留学的建筑师哈，啊，即马退休啊，哈、哦，我无做设计啊，哈、哦，我即马变做油画家，画油画哈，啊，所以各位呐，楼下食饭哈，哎，唔当过食饭嘞哈，要吊200度哈，啊，迄个我画哈、啊，大家会使来欣赏一下哈，啊，那、啊、有要收藏哈、啊，真好哈、啊，收藏这费用怎啊，关乎民政府安尼哈。啊啊、所以大家要认真看，哈哈，认真看，哈。啊，所以今年六月美国总统大选，哈、哦，咱知影美国总统奥巴马，哈、哦，奥巴马啦，哈、哦，啊，咱个台湾叫做奥巴马，哈、哦，还佫当选连任嘛呢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美国大选呢，啊，当时啊，咱知有一个 Puerto Rico， 哦，咱捌听的，哈、哦。波多黎各目前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自治区，叫做 Commonwealth， 美国的自治区，伊唔是美国领土的一部分，哈、哦，伊叫做呢未合并的这个美国领土 ，unincorporated territories， 哦，啊，什么叫做未合并的领土呢？就是因为有战争的关系，这个、领土被这尼啊人占去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、领土变作未合并的一个领土，啊，所以我个注意，哎，啊，波多黎各嘛是一个岛咧，佮含台湾足共的吼，因波多黎各佮佛摩萨咱台湾的命运哦，哎，真接近呢。当然不完全相同啦，真接近啦吼。波多黎各是1493年，或者真早啦吼，到15世纪的时阵吼，这个 Christopher Columbus 就发现美洲新大陆。这个 Columbus 吼，第二摆出航的时阵吼，去发现到波多黎各这个岛吼，啊怎啊呢？哦，迄当时呢，上发现吼，上先占就先赢就对了。啊，咱知道 Columbus 是西班牙人啊，啊，所以西班牙就去占这个 Puerto Rico 这个岛。
啊，变做波多黎各，变做西班牙的殖民地。哇，经过四百年，哈、哦，经过四百年西班牙的这个占领跟统治。啊，这个岛呢，本来是一挂差不多像印第安人这挂人哈、哦，住伫迄个岛。啊，本来就真少啊，哈、哦。啊，结果呢，西班牙占这个岛，哈、哦。将这印第安人的强迫做奴隶，哦，这边做奴隶，啊，佮因为西班牙是欧洲这边的人，伊带去这块岛吼，有一挂迄个病，一挂细菌吼，迄个岛的原住民呢，无这个免疫力，无这抵抗力，啊，所以受到因这欧洲人的感染吼，哇，死足济。啊，所以原住民都死头要了吼。到尾呢，西班牙呢，伊通过一个法律，就是讲袂使有奴隶吼。啊，所以奴隶得到解放，吼、哦，有遮个经过啦吼。一直到呢，到当时到1898年，一个美国啊，美国伫1890年就开始吼。哦想要占这个波多黎各，啊是安怎讲呢？因为波多黎各的位置吼，拄拄啊伫佛罗里达的南边，吼、哦，伫这个岛联吼，就是讲古巴 Republic of Dominican， 啊，刷咧就是波多黎各，这个所在伊都是卡拉比亚吼，这个海域的这个附近的北部，啊，美国来讲，那边。国家呢，要控制海域呢，一定要占这个波多黎各。所以美国呢，经过足侪年的这个准备哈，特别占这个岛就对了哈。啊，这个岛四百年后西班牙占领哈，这个啊，都是讲呢，真侪国家哈，法国、意大利啊，甲荷兰。拢原来要占这个岛吼，结果拢无成功，然后西班牙拍倒吼。啊，这美国因为有准备吼，啊，所以伫1898年开始有一个西班牙甲美国的战争，吼。啊，战争的结果呢，美国赢。啊，咱知影战争开始了吼，要结束一定要有一个和平条约，吼。啊、所以美国跟西班牙在巴黎订一个条约，叫做呢Treaty of Paris， 哦，巴黎合约。啊，在巴黎合约内底呢，西班牙将波多黎各、啊菲律宾、啊个关，关就是咱咧讲的关岛吼，关这三个所在割让予美国。啊、所以在1898年呢，这个美国就是占领吼，军事占领波多黎各，啊，波多黎各变成做一个美国未合并的领土吼。1898年呢，差三年吼，咱台湾呢，清国死啦吼。清国甲日本有一个战争，就是日清战争吼，即咱可能历史加减啊知影吼。啊，战争了，日本赢咧，啊，日本赢嘛，订一个和平条约，日本叫做下关条约，啊，西南这边呢叫做马关条约，啊，这是1895年，差三年呢吼。佛摩萨啊，甲这个波多黎各差三年尔，就割让啊吼。台湾是割让予日本，波多黎各割让予美国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命运真相同啊。但是呢，无完全相同吼，因为波多黎各割让予美国了后呢，美国呢，伫1917年呢。因准波多黎各的人变成做美国的公民，公民哦，伊毋是国民吼、哦，啊，公民是安那呢？
伊袂当投票选美国总统，吼、哦，伊袂当来选家己的总统，总统爱受美国总统的指派，吼、哦，伊还阁无这个权就对了，吼、哦。所以伫这个时阵呢，一直到1947年，美国呢国会甲允准波多黎各的人。家己选家己的总督，所以波多黎各人会当做因家己国家的总督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无共吼，咱1947年的时阵是228大屠杀，哈、哦，大家呢密密麻麻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今年这个11月7日，总统的选举呢，同时办一个参考性。的公民投票就是 referendum 哈、哦，什么叫参考性诶？就是讲这个投票落去吼，诶、哦、结果吼、哦、not binding， 就是讲未落去执行，干来做参考尔。啊，参考安怎呢？就是讲恁波多黎各诶人到底是毋是要维持现状？维持现状就是讲变作美国诶一个自治区，这个现状要维持无？投票结果呢？有53%波多黎各的人，佮因不爱维持现状。哎、欸，啊，即超过半数啊呢，不爱维持现状啊，就是讲不爱做美国的自治区。啊，即个第二个问题吼，啊，你若不爱做美国的自治区，啊，你是要爱变做美国的一州，啊，是要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？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？有63%的波多黎各的人啊，如果伊愿意做美国的一州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公民投票的结果啊，美国国会会做参考，吼、哦、啊，我相信未来啊，波多黎各会变成做美国的51州，吼、哦，这是波多黎各的这个政治演变，啊，是这个波多黎各人。的命运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啊，咱转来，倒转来看台湾呐、啊。台湾的命运是安怎呢？咱1895年割予日本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变成做日本，一个嘛叫做未合并的领土啊。就日本因为占领清国，啊，所以割了台湾，予日本，吼、哦，啊，日本就统治台湾。但是迄个当时呢，台湾人无参政权，嘛袂当投票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咱知影伫1930年代，台中雾峰林献堂先生，咱个大前辈，吼、哦，伊领导台湾议会设立运动，哦，每年吼拢安尼集一个人吼，近啊百人。去日本东京去请愿，吼、哦，希望日本呢，予台湾参政权，予台湾人会当投票。经过10多年的时间，吼、哦，经过有14年，结果呢去请愿15届，啊，拢无成功，吼、哦，日本拢无答应。一直到呢，咱知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吼、哦。这个日本轰炸珍珠港，啊，所以美国向日本宣战，哦，这个、太平洋战争开始啊。后尾呢，在1945年，这个、战争特别结束的时阵吼，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呢，啊，发表一个诏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允准在台湾的台湾人。甲韩国人呢，会使参加日本的政治，会使来投票，将台湾纳入去日本帝国的宪法内底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在1945年4月开始呢，台湾人会当征调做日本军、女皇系，吼、哦，日本军。啊，这个以前呢，你袂当做日本军，因为你唔是日。本的这个啊，新型的领土的一部分，
你袂当甲你定到做兵，啊，所以台湾人参加太平洋战争啊，是做军夫，吼、哦，去做军夫，吼、哦，去做后勤的这工课。啊，咱知影吼、哦，这个台湾的这个原住民有一个高山族义勇军，吼、哦，塔加沙五的义勇军吼，因、哦、是志愿的。不是定调去的，吼、哦，伊是志愿的义勇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有分别，吼、哦，你唔是一个国家的合并的领土，袂使给你定调做兵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虽然是安尼讲，波多黎各，吼、哦，伫1917年变成做美国的公民的时阵，会再给你定调做兵呢。啊、所以真侪波多黎各人去做美国军，吼、哦，有这个情形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唔是台湾，甲一直到1945年四月初以后，吼、哦，啊，但经过都无四个月，吼、哦，这个战争就结束啊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束了呢，伫1945年呢，战争就啊无正式结束啦，因为你若无和平条约签嘞，吼、哦。战争无算结束吼，都、哦就是无战，差不多停战迄个状态吼。啊，结果呢，日本奥克纳瓦是美国来占领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呢，这个马卡萨这个联军呢，指派蒋介石，伊个叫做热诺里西莫蒋介石啦吼，蒋介石将军。来占领台湾，啊，结果呢，咱的命运就从那开始和波多黎各无同啊，吼、哦！来占领台湾的，是土匪军啊，是蒋介石的土匪军来占领台湾。哎、啊，占领台湾了呢，怎啊讲台湾是因的？吼、哦！啊，就甲咱讲，哦，我讲好台湾呐、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台湾人我。大家拢咧讲啊，哇，光复光复啊，啊，开嘴啊，光复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唔对，伊是代替民军来占领台湾，伊是占领哦，啊，占领袂使移转主权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中国呢，不管你是 ROC 中华民国，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对台湾拢无主权。哦，啊，无主权，伊即摆咧发啥？发讲台湾是神圣不可分的领土，迄是伊咧发的啊！啊，你也提无出任何白纸黑字的证据，我台湾的主权是你的啊，无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的命运呢，从遐开始吼，都、哦、改变啦，无同啊！1945年了后，两年后呢，228事件发生。哦，台湾这地方的这个知识分子，地方的这个啊有势力、有影响力，吼、哦，当时的这个大地主全部台，吼、哦，全部台啊台是安那呢？唔是干那台呢？财产没收呢？啊，所以咱咧讲，啊，国民党1949年。两脚夹在南巴来到台湾呢，吼、哦！哎、啊，即摆东山呢，全世界上济，哎，钱安那来？伊就是经过即个斗争，台台湾人接受台湾人的财产，哦，是安尼来的，吼、哦！啊，无可能伊遐济财产啊！啊，所以台湾人就经过即个物件，一直到即嘛，吼、哦！啊，搁伫即个啊。虽然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吼，啊，这个实际占领是国民党军来占领台湾，啊，所以波多黎各的这个命运开始改变。那像讲琉球，伫1945年日本占领，一直到1972年，美国决定呢将琉球。高雄倒转去予日本，吼、哦！啊，波多黎各也相共，吼、哦！因准伊变成做即个美国的公民，吼、哦！啊，予伊公民投票，台湾无咧，台湾真可怜咧，到目前咧，
伫旧金山合约1952年的旧金山合约呢，日本讲放弃台湾澎湖的这个主权的管理。欸，你放弃了，这个主权要交上呢？啊，无要讲啊，啊，无讲呢，咱变成做啥呢？咱台湾变成做一个流浪汉，啊，无咱要定的。伫街路路啊，所有流浪汉呢，吼、哦！啊，波多黎各咧，美国，顶有美国，我认养这个囡仔，吼、哦！这个囡仔啊，都无是大人，我领养起来，啊，领养起来有甲栽培啊，将来会变成做美国一州啊，啊，台湾的流浪汉呢，无人要定咧，吼、哦！煞变成做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伫迄当时，美国是安怎，吼、哦？他用这个和平条约，将日本放弃台湾啊，无必讲放弃有什么人，因为呢，美国本来的意思啊，要将台湾送给中国，啊，但是呢，在迄个年代呢，中国内战啊，国民党甲共产党拍啊密密麻麻啊，啊，唔知影什么人有法度代表中国啊。无法度啊！吼、哦，啊！伊看这个办事，国民党都输咧，吼、哦，节节败退咧，输咧，啊！所以唔敢将台湾交予中国，啊！所以就是安尼吼，留一条生路，予台湾甲即马吼，生路是生路，这条路真歹行吼，并无人会这条路吼、哦。啊！你若交中国啊，稳死的吼、哦，啊！所以好加载啦吼、哦，我那是好加载。啊，所以到目前吼，啊，台湾的命运就是讲，咱的国际地位无决定，因为旧金山合约，日本放弃台湾，啊，无讲放弃有啥什么人吼，啊，所以咱的国际地位自1952年到即嘛，吼，拢无决定，未定，这是咱台湾的国际地位吼，啊，咱的处境。咱都爱认识真清楚吼，台湾地位啊个未定啊，即马咱的努力就是讲，咱台湾地位要安怎正常化，即、這个主权的归属问题爱得到处理吼，啊，即就是咱即马爱努力的所在。啊，说来呢，我是咧讲，中华民国、是毋是一个国家？啊，美国一再甲咱讲呢，吼，等2004年吼，即、這个国务卿安尼正式就讲啊，讲台湾是中华民国，拢毋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吼，伊毋是一个国家。啊，咱沙无咧，好奇怪咧，啊，台湾啊是中华民国，咱毋是一个国家，吼，伊要发护照咧，吼，啊有新台票咧，嘛写中华民国咧，吼。啊，伊那毋是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咱若了解历史呢，咱就了解是安那毋是台中华民国毋是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！咱知影1912年啊，这个孙中山，吼、哦，伫革命啊，啊，伊含这个满清，吼、哦，伫烧台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，孙中山。引导清国清朝，吼、嗯，啊，就成立这个中华民国，就1912年，所以1912年呢是中华民国的一年，吼、嗯，啊，所以公元甲中华民国呢差11年，啊，各位读起来呢，应该将民国呢啊等来分出汤，吼、啊，咱读个卖想民国，吼、啊。拄拄我嘛听总理咧话民国，民国我嘛啥无咧吼，莫讲民国，咱来讲公元，咱甲有法度含世界接轨，咱甲有法度将这历史直直刷落来吼。民国讲即马有100块一年，哎，好笑诶吼，无要无要100块一年，我等下讲吼。啊，所以伫1912年啊，中华民国成立。吼、哦，啊！伊成立的时候，伊嘛无法度统一中国的大陆啊，伊无法度统一啦、
嘛是啊个四界路公款吼，啊调嘞吼，啊所以真乱啦吼，啊所以一直到这个1930年代，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华北吼，咱知影有一个满洲国是日本成立的吼，啊有一个满洲国，啊当时真济台湾人去日本留学，啊留学了呢，无回来台湾。怎啊转到满洲去吼？因为满洲国成立哇，需要足侪人才吼。那像台湾民政府是啥啊？一个政府要成立，伊当然要足侪人才啊吼，来治理这个国家啊。所以真侪台湾人去啊吼。故讲啦吼，照讲那时候有四五千个台湾人吼，大部分是医生吼，啊走迄个所在啊，当然嘛真侪日本人。移民去迄个所在，阮就讲吼，啊，所以日本伫1930年代侵略中国，啊，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吼，啊，一直到这个1945年，吼，不要讲战争差不多停啊，吼，啊，但虽然是停呢，啊，国民党讲，哇，我八年抗战呢。我真呀，日本嘞吼，足欢喜个嘞吼，啊，结果嘞，欢喜都无几工啊。伫1949年呢，国民党和共产党拍倒，啊，拍倒边啦，啊，拍倒你个走路啊，无枪毙啊，无着党员一枪毙，蒋介石啊，吼，这一定个啊，所以走路嘞吼，啊，伊边啦走路，台湾甲。中国隔一个迄个乌水沟呢，你要哪走？你嘛收袂过啊！就是靠美国，迄阵因为拄啊国际冷战，吼、哦，共产党甲资本主义的国家的这个冷战，啊，所以美国呢支持这个蒋介石，啊，所以将蒋介石伊只军队、伊只人员，吼、哦。警察啦、公务员啦，有诶无啊？吼，用美国诶军舰呢，佮载来台湾。1949年啊，台湾是日本诶领土，吼、哦，因为伊无签《旧金山合约》是1952年哦，吼、哦，所以1949年台湾是日本诶领土。蒋介石是中国人，伫中国带一批中国人。到咱来到日本的领土，这叫做流亡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咱达拉喇嘛伫西藏流亡去印度，这叫做流亡。所以伫印度有一个流亡政府，啊，所以国民党啊，啊是蒋介石一性质，吼、哦，就是1949年流亡来台湾的一个政府。吼、哦，这咱都爱了解。1945年，蒋介石占领台湾，所以国民党还是蒋介石吼，有两层的性格。第一就是占领台湾，第二伊是流亡台湾。吼、哦，啊，伊流亡的性格吼，一直到当时呢，一直到两年前吼，2010年，这个所谓的。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一个合约，叫做 ECFA， 吼、哦，这咱拢知影吼。签 ECFA 什么意思啊？签 ECFA 的意思啊，咱知影一个国家，敢若有一个中央政府。一个国家若两个政府要安怎变作一个中央政府？啊，一个是叛乱的政府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伫1949年以前啊，国民党甲共产党的战争啊，迄当时呢，中央政府是国民党，吼、哦，伊中央政府伫南京，啊，这个叛乱的政府呢，共产党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历史唔是静态的。历史是一直在演变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在1949年，共产党打赢国民党的时阵，
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个中央政府呢伫北京，另外一个政府呢，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呢，变作一个破烂的政府，伊流亡、逃亡去台湾，所以这个政府，中央政府会变啊，即嘛变作伊中央政府是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破烂政府是中华民国，即嘛破烂的政府甲中国的中央政府。定一个和平条约，定一个一化，意思就是讲，我无要阁叛乱啊，我要和你讲和，吼，安尼意思就是讲，国民党这人呢，随时会当回去中国，啊，袂受到处分，袂掠去枪毙，吼，所以呢，这个国民党啊，是这个中华民国流氓的性格啊。就无去啊！伊就不再流亡啊，因为伊是和平条约签落啊，伊不再流亡啊。即摆国民党变做啥？伊也毋是流亡政府啊。我是讲，国民党变成到一群难民的集团，伫台湾统治台湾，吼！所以伫台湾每四年拢选一个总统，迄是假的啦。咱拢互骗啊！憨憨细吼，出去若搞安尼好，咱安拼啊吼，做公交的吼，出钱出力吼，我当时嘛四个月徛台演讲呢，即摆烧起来嘛是，嘛唔对嘞吼，结果吼，国民党是伫台湾一个统治当局尔，伊唔是一个国家吼，伊唔是一个国家，咱历史安尼了解来吼，就是安尼。因为你一个朝代，轰趴倒就是无去啊，吼！一个国家，敢若有一个中央政府，所以国民党伊唔是一个国家，吼！到即摆咱读个清楚啊，吼！伊唔是一个国家，伫1979年呢，咱知影有一个台湾关系法，叫做《台湾 Relations Act》，吼！台湾关系法。就是讲，自1979年正月初一开始呢，伊无要叫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无这个名，伊就是台湾地理当局，还是台湾统治当局，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， 伫台湾的地理当局，所以咱每四年咧选的啊，就是台湾地理当局。诶，局长啦，唔是咧总统啦，吼，所以这点咱来爱认识清楚安尼吼。即卖就是讲，台湾历史变啊遮复杂吼，到底呢，咱是虾米人呢？吼，人来问我，你是虾米人啊？我都台湾人呢，无咧，我嘛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呢，吼。有的人讲我是中国人呢，吼。有的人说未记讲伊是日本人，哈。虽然哦，经过60几年的教育，吼，咱自我的认同、国家的认同，咱拢回去，吼。咱唔知咱是虾米人，吼。咱问你虾米人，你若美国人，虽讲我是美国人，我是英国人，咱问到咱的时候，咱来笑几波嘞，哈。这就是讲。咱伫1895年啊，清朝还是死呐吼，将台湾片哦割予日本的时阵，迄当时呢，日本呢拥阮伫台湾的这住民呐、两年的时间，决定讲你是要做日本人，还是要做中国人？你若要做中国人呢，你会使伫台湾的财产。变卖吼，搬回去中国，吼、你若无的时阵，继续住伫台湾，你就是日本人，吼、我台湾两年的时间，所以经过两年以后呢，咱拢是日本人，吼、但1895年一直到1945年，这个中间咱拢日本人呢，吼、甚至呢，1946年呀、
这个陈仪来到台湾的时候啊，伊有发一个行政命令，讲伫台湾这人呢，拢是中国籍的哈。啊，这行政命令事实上伊无效，哈，伊是无效的。一直到当时呢，一直到1952年啊，因为旧金山合约呢，有48个国家签字，48个国家内底呢，无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无中华民国伫内底。安尼意思呢，就是讲中国甲日本的战争也未结束，因为伊无签嘛。啊，所以呢，美国呢要求日本，甲当时伫台湾的中华民国，你爱签一个合约。啊，所以这个合约叫做日华合约，吼、哦，啊，为叫做台北合约，就是日本甲中华民国签的合约，吼、哦。意思是讲，咱的战争啊正式结束。啊，伫这个合约内底呢，他讲呢，伫自1945年，踮伫台湾伫台湾有户口的台湾人啊，甲伊后代啊，拢该看作是中华民国籍的哦。但这合约内底安尼写吼，所以在1952年呢，咱等日本人啊变成做中华民国人，吼、哦，所以有这个改变啦、啊、吼、哦。但是呢，一直到1972年啊。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、哦、啊！日本甲中华民国断交啊，啊断交了，这个台北合约，哎，到底还佫有效啊？无效啊？吼、哦！啊，咱的国籍是毋是还佫中华民国啊？唔是咧，咱的国籍就唔是中华民国啊。啊，所以呢，一直到这个2006年。林志升先生顶吼、哦，有200多人去告美国政府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台湾人呢，一群台湾人告美国政府呢，啊，美国是世界上用的政府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敢去告美国政府？啊，告美国政府吼、哦，你嘛请美国律师呢，吼、哦，啊，美国律师提美金呢，嘿，无要甲提代票吼。哦所以你若无相当的把握啊，你敢敢去告一个政府，吼、哦？啊，所以伊就2006年，啊，就真正来告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告的结果呢，伫经过3年，哈、哦，2009年，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判决文啦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林志升先生顶伊这个主张啊，要告美国的主张是安怎呢？根据旧金山合约，旧金山合约是因为战争的关系，48个国家签字。旧金山合约写得真清楚，就是讲美国对台湾来讲是主要占领权国 ，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哈、哦，主要占领权国。啊，美国对台湾那是主要占领权国。你对台湾本土的台湾人，你有义务保护这台湾人。你有义务呢，受这台湾人受美国宪法的保护，吼、哦、啊！台湾人本土台湾人享受美国宪法的基本权利的保障，包括你有旅行的自由，你来发旅行证件。哦，所有本土台湾人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，根据你那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，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讲，诶，啊，到底什么人对台湾有法度行使主权啊？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，不是司法问题，啊，所以法院呢，伊是讲这个问题。爱行政处理，哈、哦、啊，司法无法度处理，是到这。虽然是安尼讲，哈、哦，但是伊这个判决文啊，主要有3点，哈、哦、啊，3点就是指出台湾的处境，指出台湾的命运。这三点安怎讲呢？
伊是讲台湾六十几年来，即台湾人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，吼、哦，六十几年来，台湾一直无一个一直任职的政府，吼、哦，即政府咱无个任职，吼、哦，啊，六十几年来，台湾的国际地位呢，一直拢无确定，所以即个破卦文即三点啊。就甲咱台湾讲啊足清楚啊，吼、哦！你无一个一直任职的政府，你无国际地位无确定，啊，所以无确定，咱来确定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这个个数呢，照我来看是赢的个数，吼、哦！虽然法院认为讲这是行政问题，吼、哦，政治问题，唔是司法问题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至少咱知影讲。台湾这条路变啊行，就是向美国，或者国务院，向美国的国会，较有法度来解决台湾这个问题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马就是讲，美国六十几年来拢用迄个模糊政策，叫做 ambiguity policy 哈、哦，啊，都也要无要甲你讲，伊是。主要占领全国，伊是军事占领台湾，拢无要甲伊讲啦，吼、哦！互你安尼，哪是哪毋是咧，吼、哦！爱对美国好处咧，因为你中华民国戆戆吼，爱、哦、甲美国买武器，吼、哦！啊，买武器，哎呦，这钱是毋是讲几千万、几亿个呢？算刁个吼！啊，所以对美国有好处啊，所以维持现状对美国无歹啊。啊，都啊，都好势好势，我何必吼、哦、来处理台湾的问题？啊，我处理台湾问题，和台湾人公民的时阵，哇，伊嘛爱足侪责任的咧吼、哦，所以无爱处理啊。啊，所以台湾问题要叮当啊，台湾人爱先叮当。啊，台湾人来掂掂地啊，啊，都好势好势啊吼、哦。啊，一天过一天，过六十几年啊，都好势好势就好啊。美国袂叮当，啊，所以咱民政府的人啊，啊，目前可能四五千个，伊若有法度动员到十万人、二三十万人，我想啊，美国国会都有听到、看到吼，一定来有动作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即摆就是讲，咱的人数伤少，咱过去。政治的改变啊，拢靠这个 people's power， 百姓的力量、人民的力量，啊，咱四五千个人啊，这个力量都发不出来啊，所以咱来人愈多，吼、哦，啊，各位等于啊，唔要点点吼，都等于吼，等于厝边隔壁爱讲，亲戚五十爱讲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的新妇后生拢爱甲讲，吼、哦。唔是新妇后生叫咱创啥，咱创啥唔是咧吼。咱那个讲我知影，台湾的处境是安怎吼？啊，我想呢，我留五分钟的时间吼，啊，大家看有啥物问题要来交换吼？有啥问题啊？伫塔克来吼？啊，今仔安尼有诶真远来吼，啊，高雄屏东变来到遮吼。他过来一定有足侪问题哦，啊，是安怎要来吃哦，要创啥安尼吼？啊，大家当来提出问题来分享，来交换一下安尼，好唔？个拢无问题啦哈，我安尼袂歹呢吼。啊，有无无凊彩讲啊？有啥问题，读过来心肝来想啥吼？来，嘿，嘿，考生，嘿，嘿，嘿，啊，来讲介绍，是，互阮都较好做工课，是，对，有理。这是讲，因恁较有经验嘛。啊，阮即摆这是拄来学习吼，啊，足有认同的。
啊，你啊像这张哦，这啥要看？这哈侪字，这你什么作品啊？简单，嗯、哦，对啊对啊。你这本土意识有阿要认同你是台湾人，啊，即摆你就足简单，摕一个一箍，吼、哦，啊，一点、两点、三点，不拢五点安就好啊。哎，来来考吼、哦，我相信讲速度会较紧。哎、哦、啦。这建议真好啦，哦、我冇认同啊。我看迄广告安尼，哇，密密麻麻，我是讲我煞要甲你看者、這、吼、個，就是谢谢啦哈。较大力的，别别，较大力的啊，愈简单吼，啊愈好安尼吼。这我嘛是有反应啦，我因为我订广告，啊广告就是要点写出来吼，啊剩的道理就说拢唔免，拢唔免，这是我有同感啦吼。啊，你还佫有哦？好、哦、来，主席，嘿，嘿，啊广告你十分钟，人嘛知影对无？嘿啊，菜市啊，红云市啊，啊，互唔知影人赶紧知影，安尼唔只有法度，对，哎呀，无坑你。坑你嘛是坑你啊！对啦对啦，要生坑你，坑久嘛新鲜嘞。嘿，啊，目前咱的广告车可能差不多六台的款啦，一周有一台啦。哦，啊，一个周是偌大嘞？一台广告车是要哪细哈？啊，照讲就是虽然一台哈，嘛当计划啦，哈、哦，我到什么时阵在什么区设哈？这应该是当做啊，这就是各州哈。哦诶，酒店吼，爱去处理这个代志吼，免啊利用咱有限的资源吼，啊充分来利用，啊卖讲等到遐吼，等到照你讲的嘛，生生的歹啊吼，啊可能旧来诶电池嘛崩掉啊，喇叭嘛崩掉啊吼，嘛有这可能嘞吼，哦，台湾贼嘛真侪嘞吼，诶、欸，这真好啦，欸、啊个我。哦，佮剩两分钟哦，哎、我来，嘿，别，我想讲吼，打破迷思啊，嘿，要安怎吼，咱台湾人民去认同讲，咱一直想讲吼，阿强啊，武器阿强啊，无阿强，安尼，吼，对。无唔对，无唔对，因为咱即摆吼，阿强啊，甲咱讲哦，哎，啊你若发毒啉吼，我拍过来哦，哦，啊，佮因通过什么国家分的法啦嘞吼，啊你若改变现状，伊就拍过来吼，啊，所以咱台湾人甲咱吓啊吼，细汉甲咱吓啊大汉吼，会拍过来，吼，啊所以真惊嘞吼，其实吼。你若了解历史的人，你免惊，因为安那呢？中国对台湾伊无主权，吼、哦！你要用武力摕台湾，这即马的时代啊，无遐简单，吼、哦！而且台湾因为伊地理关系，伊的战略地位对美国、对日本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无可能中国武力摕台湾，这无可能，这是咧话啦吼，话妄话啦，来。我意思是讲，不是咱倒声讲，吼，不要紧，我讲啊，大声。咱不是倒声讲，咱是要让全台湾的人，台湾人知影，哦，莫让去惊去。哎哎。这嘛是需要去帮助啊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啊，是是，爱付出行动嘛。哎，对，无唔对，哎，是啦是啦，我来，这位先，我来，哎，哎，阿伯爷，你讲。我们目前的有些经费啊，像登广告的经费啊，
就是都是在美国在支持我们。那像目前以美国的经济来讲的话，奥巴马他现在当选总统，他不是一直都在印钞票吗？那我觉得说他在印钞票，他对于整个经济，全球的一个经济，他会带来什么影响？那对我们台湾民政府来讲，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实质的效益吗？跟帮助吗？以目前美国的经济状况来讲，他们本身目前就已经处于很低迷的一个状况，那我们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台湾民政府，他真的对我们有多少帮助跟实质的那个效益？这问题真好啦吼，因为美国目前我想是全世界性的吼，甚至欧洲、欧盟吼，真侪国家破产的吼，希腊破产吼，这个西班牙嘛差不多就伫迄个破产的边缘，吼、意大利，吼、有遮问题，所以世界经济吼。伊是整个的世界有关联性，吼、互相拢有关联啦。所以美国即卖失业率嘛真悬，吼、即卖慢慢有咧恢复。美国呢，伊国家真大，吼、所以伊的经济呢会促进即个亚洲的即个国家的经济，吼、比如讲，中国的产品、韩国的产品，甚至台湾的产品，真侪拢卖咱美国去，销到美国去，吼、美国嘛，真侪农产品来咱遮，吼、所以这拢有互相有影响啦，吼、当然，这是经济面，但政治面呢，美国就是讲，目前台湾，台湾对美国来讲啦，吼、伊考虑的是全世界的这个局势，吼、台湾只不过是伊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吼、这个一小部分，目前伊若卖振动，若无振动，伊就无振动啊，吼、你台湾若好势时，伊就无需要振动啊，吼、即摆目前是安尼，所以我呼吁就是讲，咱台湾人家己爱徛起来，家己爱发声出来。美国才会振动啦，吼！即摆伊的经济安怎，吼？美国是毋是有金钱来援助了民政府？吼，这可能爱去问秘书长，吼，这我无了解，吼。所以目前的经营，我就是安尼，咱来靠咱家己，吼。好来，请。这阿兰啊吼，这中国吼嘛无影讲合用啦。咱台湾真正为迄个垃圾哦，唱片、黑白电视、彩色电视、数位的电视，咱是一路行一步一开。但伊也无，也一拳头就把你害起来。数位电视，我甲讲哦，当时要食到惊吼，真正因会食到惊，吼。谁会搞骗呢？还是共产党谁搞骗？但是有一天会破，一定会越来越透明化的时候，人才知道说，他们那些人在讲，还比人台湾人更讲，真的，这是事实。现在网络都很透明化，像刚才小姐都在说，其实经济盘来说，美国不是有影讲很软卡，你知道？那等于是我们一个火车头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人有制度呢。制度嘛，上轨道了吼，迄速度是真正全球性的龙头带你起来呢。你嘛阿拉无共哦，阿拉呢也断咧到底啊，因家己吼，拄啊真正吼打死较济，吼，底下分享。真好，因为安怎呢？咱伫台湾拢受到阿拉啊迄边、中国迄边、甲国民党遮中国人的宣传，吼、拢甲咱讲哇，中国足进步的吼、确实经济偌好，拄偌好，你来上海看卖吼，哇，大楼安尼起安尼吼，足济吼，
那就即中国啊，真好个，真有钱吼、哦，有啦，遐高干的囡仔吼，啊高干拢足有钱个吼、哦。但是有一点吼、哦，真济中国人拢要去国外，澳洲、美国、英国摕古林卡，是安那要摕古林卡？到时中国若崩盘，哎，因走有路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讲吼。哦伊个人民、伊个百姓对这个政府都无信心啊，吼、哦！所以咱就知影讲中国到底是咧讲真个啊，讲假个吼！啊，咱若去中国，莫讲沿海地区，你若入去较内陆吼，啊，你较知影讲哇，遐有够落后个吼、哦，有够善食个，是非常善个呢。迄差台湾毋知影佫差偌济咧吼，啊，这拢无咧报吼。哦啊、所以咱唔免去相信咧，吼、哦，咱莫去相信咧，咱相信咱家己爱爬起来，咱来发声，台湾的主权爱解决，你美国爱出面解决，吼、哦，咱家己发声，啊，咱站起来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咱莫去管中国安怎安怎，中国咧偌好起也是因家的代志，但是我相信无偌久咧，中国啊会崩盘啦，吼、哦，绝对会崩盘，吼、哦。啊，拄拄啊呢！啊，这小姐哦，真多谢。伊有讲哦，美金的黄金准备率啦，有78%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人民币伊黄金的准备率较5%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有12%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是咧讲吼，这个美金哦，未贬值啦，吼、哦。目前是差不多30块以下啦，吼、哦。但是会阁爬起来。啊！即摆美国拼命咧印因的银票是安怎呢？因为啊，中国买足济美国的国债，吼、哦、债券啦、啊、吼，即、哦这个国债买足济，啊！即美国呐银票伫咧印的时吼，伊、哦、债券的价值吼会伫咧低落，伊是要个稀释中国对美国的债券啦吼，伊最近的价值。要给稀释掉、啊、所以直直印银票，所以这是因的策略啦，哈、哦，这是因的策略。即马最后几分钟，哈、哦，阿哥有无？啊，那无咱来准备食饭啊，来。哎，老先。即马台湾哦，叫少年啊，足济也无。无工课的，啊，无我讲啊，老岁啊有较有思想的就会入，所以讲是毋是一入会迄种的，吼、哦、1000块是毋是可降较低？因为去翕一个相就要300块啦，啊，要降低到300-500，吼、哦，安尼入去台湾民政府新闻一人，我相信个会增加啦，好、哦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。啊，另外一个讲足济公务人员，因为吼、哦、我年岁较济啊。做足济做戆戆出一个过门啦、啊，啊拜六我拄也做国小的，伊个孙啊伫遐读册国中啊，啊我讲阮伫遐唱国歌，创啥我拢无徛倒，我伫遐我无咧甲你夹啦，啊无咧讲民主啥物无咧插啦，好我讲者，啊就讲足济公务人员，我拄着我住屏东啊，我来埔是算讲大乡全省上大乡啦，啊个潮州。消防警消的队长啦，我提身份证互伊看啦，看到惊到死啦！讲我要听讲，要听讲啊！我甲伊说明，唔敢目睭都看白的啦。我是讲足济有迄个少年啊吼，啊怎么叫头路呢？啊既得利益啊，啊想要去啥唔敢？所以讲民政府这边吼，确实是有开咧吼，啥物办法？使个足济有思想水准有开咧。有爱台湾的迄种公务员啊吼，下入，我两个小妹拢驾车啦，但是拢徛台湾本土的啦。伊讲18无领嘛无要紧，毋是讲大话哦。啊，是看到足济足艰苦的。我伊那嘛读册嘛是爱互伊一个压力，即物咧教育伊呐吼，一定要互伊压力，互伊食苦，那出来那袂去食毒有诶无诶啊。我是关看下是安尼啦，所以讲即方面是民政府较有啥物对策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即都有相关了就讲吼。是不是美国方面，美国军政府一边是不是支持加安怎？
啊，即个嘴来一直讲吼，海陆啊，诶，机军机来啦。啊，但是嘴安尼讲讲，半个月以后，是毋是叫军政府较早来？我讲话哪有说？美国真正有咧支持咱台湾民政府，何解有咧信心嘛？讲话较有，算讲太大声啦。啊，另外我讲，台湾民政府前六十名，美国的开放，一个美国境外一个旅行旅行证吼，个 passport 靠是毋是有提早一个吼实行吼实施吼，安尼咱讲话靠袂，美国人毋是玩假的呢。啊，讲老实讲吼，美国人是爱对爱着为着伊个利益，但是对咱台湾咱台湾本土人。咱的利益互相有一个对无？啊，美国为了保护日本，啊，伊个太平洋的防线，伊无随便讲吼，讲阿强来安怎游啦？伊未把个只假船世界走透透。啊，我了解。啊，你共产党伫即帮华强，你扶一个新疆啦、啊、西藏啦、啊，马上我独立吧。伊是为新疆都唔是汉人嘛，所以讲你唔要假讲武器话的。一种就是讲，我的观点是安尼啦。讲共产话强安怎有？真正，第二郑老师讲的，内陆的沙尘三餐不济的作者啊。我观点吼，有后摆有机会，我是简单讲一下。感谢。系啦，你的建议吼，我会反映给秘书长啦吼。因为今仔吼时间的关系，可能各位啊，巴肚枵啊吼。啊，咱伊个超过几啊分钟啊，吼！啊，我是讲结论啦，吼！台湾人的历史，台湾人的命运，咱来家己，吼，家己有所行动啦，莫讲坐伫遐。你美国啦，无要创啥，要创啥吼？拢叫别人创啥呢，吼？啊，家己无要创啥，这毋对啦，吼！啊！但是政治这个物件吼，唔是咱咧想安尼讲，白纸互你吼、啊，发一个公文互你讲，我美国国防部要支持台湾民政府吼、啊，白纸互你安尼互你，政治唔是安尼算的吼、啊，政治就一步一步看你民政府的实力到底安怎吼、啊，美国那边啊一步一步。哦，啊，即马当然我嘛真期待，吼、哦，那是旅行证件美国会发落来，我想啊，唔免几工啦，台湾就变过啊啦，吼、哦，旅行证件发落来，意思就是讲，我美国国防部支持你，啊，你台湾本土台湾人都是属于管辖的，啊，无伊变啊发旅行证件，吼、哦，所以即个证件啊发落来。你也免烦恼啊，我也免烦恼啊，你大家拢免烦恼啊，吼！啊，咱即摆就是要期待一个，啊，咱有一个广告要登伫华盛顿 DC， 就是要要求美国赶紧发一个旅行证件呢，吼！这是我的期待，嘛是大家的期待啦，吼！啊，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吼！啊，咱伫这个所在来结束这门课，安尼吼！啊，感谢各位，感谢。谢谢你。今日各位好关心车贼哈，那个我们的妇女会会长要来致辞一下，给他个热烈的掌声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巴肚枵啊哈，足辛苦的。爱讲吼，本来辛苦的，后摆啊是会累积咱的。辛苦了哈，这条路行会通一定的，所以拄只人问足济问题哈。我一当半的经验，就是你爱甲报告咱的政绩啦哈。我讲一分钟得哈，咱的政绩就是第一促销这边来促销咱因的新闻局，这拢咱的政绩哈。过来美国白宫网站下架，民政府上架。美国的钱已经拨入来，咱才有当报纸。这拢总五六条报报因偏方，无可能无相信。所以咱讲法律是较歹讲的吼，佮讲较长落落，你甲报告几条，
这就是民政府现在的成果，是咱拍出来的业绩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大家嘛有听到要做兵对不对？吼、哦、啊，新闻局你调查看卖啊，已经取消啊，剩 NCC 控制第四台尔。啊，所以讲拄只这位小姐在讲美国安怎，这是政治宣传，因为我有伫迄落新闻界。那个是政治宣传，你不要听他的哈、哦。你别听伊讲哦，美国即马三要死啊，伊黄金存量72%，美这个中国哈0.5%尔。所以伊咱全世界要印偌济钱，依照黄金比例，吼、哦，所以伊还阁会当印足大堆，伊豆豆啊印像伊个石油拢无爱乌安尼。啊，你伫只听的新闻拢是政治操作，拢是国民党在控制，啊，即马阁共产党在控制，所以咱莫听遐尼济。啊，所以呐，有另外阁其他的问题，苏德华，我来知影，我甲你讲，恁尽量来问，我逐期拢有伫只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拜托吼、哦，咱所有的美女、妇女朋友啦，吼、哦，较停啊，食饱了后，12:40，啊，咱来。一楼的圆桌遐吼，来开一下咱的妇女会，啊，大家熟悉一下安尼吼，拜托大家，多谢。老卡吃饭。